续收看第一届的世界麻将大赛。想多了解我们的世界麻将的规则的话，请上我们的网站 www.3q1mj.com。好，我们回到我们的电视桌，我们现在看到的有谢志聪、黄始静、汉森，还有刘丽芬。OK， 我们仔细看哦，这前八强的选手，你会发现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目前呢，黄始静有45分哦，暂时领先其他三位在电视桌的朋友。他这个回合的第一局呢也胡牌，第二局也胡牌，所以是有那个气了，我觉得。他把这个夹克脱掉了啊！希望可以继续运气。好，那我们在这世界麻将大赛有没有规定说我们不能够外套不能挂在背上？没有这么严格。那个其实有时候在某些地方，比方说内地啦、台湾啦，或是香港哦，你在打麻将的时候呢，会很忌讳别人拍你的背。那是一定的哈。对，那是一定的。或有的时候呢，别人走过去，或者是踢到你的椅脚或桌脚一下，也就是也很忌讳的。那是一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电视桌上画了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对，像一个大圈圈。闲人勿进。对，不行进来。不行进来。只有裁判可以。Yep， 这公平公正的起见哦。那我再问一次，他们在打麻将的同时，所有的行动电话都是不可以接的。对，行动电话其实包包都不行带进来。都不能带。对。OK。好，那我觉得在目前哦，电视桌上呢，每个人都还蛮紧张的。好，我们汉森目前有3张，发，所以就是有一个10分。然后我们看看刘丽芬的牌，谢志聪的牌，哦，黄始静的也蛮漂亮的哦。但是我来看一下，紧接着我们要看到汉森的牌，我记得汉森。起码已经有了两暗克，是不是 ？OK，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发财一暗克 ，Oh no， 他要加油，他可以找碰碰虎的方向，但是现在他的分数这么的高，有虎就虎好了，他是第四名，他是第四名，所以其实他现在也不行太保守，因为假如他不虎，但是有可能是比如说6、7、8名的人，说不定不是坐同一桌，他们虎一把大的会跳过他，哦，就 over 超越他了，对，所以不行太保守，好。一碰听的牌，紧接着我们看到汉森的牌，二条丢出去，刘丽芬摸了一个二饼，隐约还可以听到呵呵大厅那一桌在洗麻将的声音啊。现在你知道吗？我们有8位，那5、6、7、8名的奖金是15000块美金，嗯，但是第四名的话就是50000哦，3级跳哦，对，跳3级，所以现在进入这个四强非常非常重要。刘丽芬会怎么打？她应该丢掉4锁之后，等着9条跟南风一碰听。哦，她打掉60000啊，也可以这样打也对。谢志聪吃了这个60000，他等于硬把他拿起来吃。他本来手里已经6、7、7、8万，是一搭，把7万打掉是一搭了。嗯、但是我想他可能就是拆开来牌来吃。好，汉森把红中丢出去，刘丽芬摸了一个白皮，一碰听。刘丽芬这样的打法是正确的，因为他是4条、6、7、8、9、9条，他4条留着，对，如果他摸了5条进来丢掉9条，他就4、5、6、7、8、9，他一样就听牌，这样的机会反而比较多，那留着6万反而会绕更远的路，所以他这个打法是非常高明的打法。然后现在在这一桌呢，汉森目前是我们排名第4名，谢志聪呢是第5名哦，所以这两位都在同一桌，然后汉森的分数呢是领先谢志聪差不多50分而已，所以 我相信这两位呢都非常清楚对方的这个分数，嗯，所以他们必须互相较劲一下。好，刘丽芬碰9条下8条听25000，谢志聪也听咯，他听58000。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听牌的状况哦，谢志聪目前已经听牌了，他听的是58万，而黄始静呢必须要碰1万或进2万或者是碰6桶之后呢才会听牌，属于一进或一碰听。同样的，汉森也是属于一进或一碰听，刘丽芬呢已经听牌了，听25万。好，我们来看一下谢志聪，他在等他的58万。黄始静7锁好像没有人要，没有关系，好吧，7条丢出去，
汉森摸了一个八条，安全的丢出去。刘丽芬要25万，摸了一个三桶。谢志聪要58万，10000。好，黄世金碰牌之后听喽，他听的是，他要丢八万吗？还是要丢九万？他听边七万，他已经听牌了，已经听牌了。打到这个阶段，每个人都很紧张。八万丢出去，他二五万，那八万，看可不可以打八掉二五。但是问题，八万就已经先放炮了，掉不出任何牌来了。好，恭喜谢志聪胡牌。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牌。谢志聪这一把牌呢，六七八万，六七八万是扳高，所以有十分的积分。然后他是一个平胡，他是一个平胡五分，对的。另外呢，我们发现没有幺，没有九，算幺九。所以是20分乘以3呢，就是60分。但是很重要，因为呢，我们刚才讲到他是本来是第五名，然后汉森本来是第四名，但是这样子一转过来的话，他们就80分的落差了。可现在谢志聪呢，应该跳过汉森了。好，所以呢，汉森要加油了。目前谢志聪是45分，领先其他三位选手。好，我们另外一桌的下一局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是许宗礼的牌。我是初名，我是。陈继烟的牌，多少钱？可以，打很重。发生什么小状况吗？摆在这边，讲。没整好，已经打就可以。他不小心把这个牌打出去了，碰出去了，对，碰倒了。那他现在呢，就变成这张是一个拔张，他下一次一定要把这张打出去。嗯哼，那还好，还好他没有成对或成搭。对。或者是他可以打开，他在留在那边，但是他就不行吃或是碰那一张。所以我们在这次世界麻将大赛当中，如果你不小心把自己的牌碰翻出来给三家对手看到了，那张牌相关的牌你不可以吃，也不可以碰，也不可以胡，对不对？对，自摸可以胡。哦，自摸之外，对，可以，或者是摸进来，自己摸进来是 OK。可是人家，比如说你碰到一个五条，对，然后你里面有个四条，人家丢三七条你不行吃，三六条不行吃。然后比如说你是两个五筒，你不小心打一个出去的话，你也不行碰五筒，也不能，就是你必须那张牌永远打开给大家看到。对，你一定要自己摸到五筒才。那那张牌给大家看到，我也可以把它打掉了，对不对了？对。所以大部分的人呢，假如不小心把一张牌打出去的话，开的话，下一把牌就把它丢出去。那下把牌，下次摸牌的时候就把那一张丢出去。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如果呢，您要参加我们的世界麻将大赛，记得手上不要带一些手环啦、啊，或者是一些有一些垂度的装饰品啦、啊。衣服呢，穿的袖子呢，尽量也不要太大，最好是可以穿个短袖或者是半长袖。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要非常了解我们的规则，请上我们的网站 www.world-series-mahjong.com。好，说着说着，许宗礼就自摸7万了，哇塞，真厉害！好，我们现在看他的牌是有789789的筒子，所以就是一般高，有10分的积分，同时他还是门清哦，又多了5分。嗯哼，还有一个平胡，又是5分，所以总共是20分，乘以3的话就是60分，所以这个西风第三局呢，补了一个60分的牌，不错。不错，对其他三个对手来讲，他是压力。对，然后他本身就是第二名。所以他现在把他这个跟别人的距离又拉长一点点了。好，于建林现在是正9分，陈继恩呢是-27，还有赖伟耀呢是-31。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继续收看第一届的世界麻将大赛。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电视桌，我们有四位参赛者呢。这位是我们来自香港的黄始进，这是来自丹麦的汉森，也是前八强唯一的外国朋友。我们的香港的刘丽芬。OK， 如果你刚才认识我们刘丽芬的话，她其实是一个家庭主妇，刚退休的职业妇女。最后一位是我们香港的谢志聪。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四位的牌。好，首先我们看到谢志聪的牌哦，他是属于一进厅的牌，黄始进也不落后。